林姐姐去哪里了？不清楚。这是她留给我们的吗？也许她想要让我们知道什么，要是什么。我们出现在回忆里了，为什么？之前的羽毛我们都只能看着呀。不对，天安娜，你忘了吗？以前班长利用羽毛和我们对话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这种情况。难道他听不见我？先跟上去吧。素衣，怎么是你？师姐们呢？师父，七师妹挂念您的寝。自您离山后，她每日都来山下守候，对吗？时候不早了，师父，先回观中去吧。他们要杀了师父，你们是来阻止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能看见我们吗？所见非真，此间即幻，这就是墨染香。突然攻击我们，这段回忆透着古怪。刚刚他说徒弟们要杀了师父，这里是500年前太虚七剑杀死班长的那一夜吗？羽毛是不是希望我们改变历史救下班长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快跟上去吧。师父是最重要的存在，旁人的性命并不能与之相比。我不能让师父杀了他，我不能。好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。算了，婉惜，如果这是命数。让一切归于寂静吧，风清扬。我的落无着是无迹可寻的。只是个幻境，对吗？既然是假的，何必伪装成真呢？你们来了。对不住，必须在这里拦住你们不可。你们想要逆天改命，我们也一样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也不希望有此一战。请赐教。重力压制，发言。
好了，这就是无双。徒弟们太虚欺贱，五百年前就是他们杀死了班长。普罗尼亚感觉不到他们对班长抱有恨意。不，是有的，他们的确散发着淡淡的怨恨，但也许是我弄错了。我总觉得那股恨意既不是冲着我们，也不是冲着班长，倒像是怨恨着他们自己一样。天哪，班长的徒弟有七个人，可是刚刚现身的只有六人，还有一个也许就在这浮云观里。做好准备。我们出来了，发生了什么？那座怪门后面，普罗尼亚眼前一黑，就回到这里了。奇怪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这根羽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能去问把它留给我们的人了。感觉有点不同，和之前接触过的羽毛，要激活它吗？还是先试试吧。朝雨，为师要往南海一行，收拾行李，你也一同去。啊，好的，师父。南海又出妖兽了吗？你魂不守舍的。南海这一趟路途遥远，我们离开太久，不知师妹们。有苏梅在，不必担心。她只是入门早了些，也还是个孩子呀。燕青还小，苏一的病也没好透，加上四妹她。你不想去吗？我是该去的。到了南海，我想去祭拜父母。
师父，南海那里出了什么事？什么也没有。和你一样，我也要祭拜几位朋友。买了什么？祭拜仙人的贡品，给燕青的木头小人，几本书买给素衣的，将来教他认字，给宛如买的妆粉。给阿美买的特产，还有，这是给您的。我还记得这座镇子，很多年前，您领我回太虚山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住过。是吗？我忘了。对不住，师父，只有这艘渔船愿意出海，委屈您在这里对付一晚了。不妨事。谢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您愿意带我回古冢祭拜父母。朝雨，我要去的也是那里。对不起，师父，耽搁的久了。不，没事。师父的朋友是葬在哪里？我去把贡品摆好。魂飞九天，魄落九渊。神州的古话是这样说的，但我知道，死去后再没有什么魂魄。他们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您的朋友也是九幽的族民吗？不，九幽希望蚩尤复生，而我的友人一心只想消灭邪兽。他们不是族民，而是对头。蚩尤是天地真气汇聚而生的妖兽，他诞生时南海因之尽毁。他们等不及我回来，就在这里与蚩尤鏖战，死于私地。20多年前，九幽人又想用邪术复活蚩尤，因此我来到这里阻止。朝雨，你的父母皆是因我而死，你恨我吗？他们都走火入魔了，不是吗？死也是最好的结局。嗯。这样就好，走吧。走火入魔的人真的就没有救了吗？他们大多不是什么坏人，也不是自己想要入魔的。为什么上天要对他们那么残忍呢？四妹，宛如她什么也没有做错啊。如果她变成了妖魔，我朝雨，这件事你我是无能为力的。师父，可以放过四妹吗？她已走火入魔了，朝雨。林朝雨，居然是班长的徒弟，他就是第一个，太虚七剑中唯一没有出现的那个。天安娜，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是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太虚山？为什么500年前的他
会出现在现代的太虚山。我好像隐约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了。打从我们来到这座山后，一切就变得很不对劲。这里和班长让我看过的样子不同，崩坏能的浓度也高得异常。那些羽毛，他们和班长的羽毛并不相同。还有林昭宇，生活在古代的他出现在太虚山，巧合地与我们相遇，又引导我们去寻找所谓的心印。上当了，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太虚山。这里是哪儿？又是谁？林昭宇，留下。我们再去一次，事情的真相一定就在这根羽毛里。你们好，这只是一段记忆，真的吗？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呀。请问，你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已经死了呀，我死了呀。他没有攻击我们。这个羽毛发生了变化，好像变得温和了。要死的最后还是死了，应该活着的也活下来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谢谢你。要阻止一桩死亡是很容易的，但要让一个人愿意活下去却非常非常的难。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你们来了，走上这座山，在故事的终点，你会找到你想要的。他在那里等着你。林昭宇。不，是赤渊。现在，师父也有关心和在乎的人了。虽然绕了很远的路，但一切终究没有白费。这样就好。他说，班长在山上等着我。很特别，给他收拾一下，叫他剑心诀。这孩子还小吧？他会说话，也识字。他很特别。我已经给那孩子安顿好了，他倒是倔强得很。我拿糖果贿赂他，才让他乖乖地睡下。嗯，真人以后打算收养他吗？或许。他的亲人死了。那孩子学的速度好快呢，这才三个月，剑心隐约也有止水境界了。我说过，他很特别。想想我那时候花了快两年，好笨啊。你学得太晚了，
我也没有好好教你。真人，不能总是叫他那孩子，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你的名字是怎么起的？记得师爹请了个秀才，用诗经给我取的。朝鸡于西，重朝其雨。那就这样吧，买一本诗经回来。他跟你姓林，如何？啊，我有姓的。苏，我娘姓苏，我随她的姓。你叫什么？名字是我父亲取的，我已弃了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湄这个字，你看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湄，就是水与岸交界的那一处。水与岸交界，所以我既非岸亦非水，算不上岸边人，也不算水中人，哪里都不挨靠。你不喜欢，那我再翻译一页。没关系，就叫这个吧。见过朝雨姐姐，我是苏梅。这，小苏，阿梅，你应该拜会真人。从今以后，他就是你的家长了。弑母之仇不可遗落，苏梅感念真人之恩，却绝不能认真人为家长。真人要赶我走便罢，若要留，苏梅为奴作仆，报答真人恩情。我不赶你，你也不必做奴仆，我只要教你练我的功夫，将来斩妖除魔，是否奉我为尊长并不重要。真人与我有仇，我不可认兄为母。真人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又有授业之时，不可不报。真人传我绝艺，不可使之无名。苏梅愿拜真人为师，从此侍奉左右。朝雨。是，师父。你也过来。你在唱什么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哼哼。要放假了。嗯。你要回家吗？肯定要的。我爸最近身体不大好，我回去也可以帮帮他的忙。哎，要是我爸妈同意，我可以去你家玩吗？你要来吗？挺想去的，我还没去过呢。你家武馆还开吗？能教我功夫吗？你说晚了，我爸上个月把武馆卖了。哦，我一直以为你以后会接管武馆。啊，为什么？感觉你就会做这样的事，很奇怪。华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啊，我总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梦想。梦想？你看，所以我才觉得你会接你爸的班。你就像是那种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，有人对你说，华，走这条路吧，你就照做。但那条路可是你的人生哎。哎，我啊，将来是肯定不会留在沧海市的。我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，都麻木了，你懂这种感觉吧？这座城里满满全是回忆，哪儿都是。我走过一座桥，就想起以前和谁来过这桥。我路过那家商店，就记得在里面买过什么东西。哎，沧海市里全是我的回忆，满大街都是鱼钩，等着钓我，是不是很形象？哎，回忆太多了，多到快要溢出了。回忆很多，不好吗？有的人觉得好吧。我反正不喜欢，总之我肯定要离开沧海市，至于要干什么我还没想好，最好能像我爸妈那样
去各个国家转悠，再学学萨克斯风，弹弹钢琴，跳跳芭蕾什么的。你跳芭蕾？还是算了，不跳了。我也不想待在家乡，可能也不会留在沧海市吧。未来要做什么我还没有想好。其实在刚刚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想过，我好像真的没什么梦想。哎呦，别被我绕进去了，梦想这玩意儿也不是必需品嘛，又不值钱，有就好好利用，没有嘛，早晚会有的，咱们还年轻呢。嗯，不过对我来说，不管去了哪里，回忆都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我想要永远记住。